15:37，在南子铁道拍摄地所拍摄的是1364进入三线靠南港的普悠玛之桥。今日的女主角也是今日南部主角，在南子铁道拍摄地准备通过。感谢各位观看1364进入三线靠南港的普悠玛之桥，准备通过。本次列车沿途停靠高雄、台南、嘉义、台中、桃园、板桥、台北、松山，以及终点在南港。也是天2020的天2009普悠玛之桥，今日的女主角也是今日男主角已经通过，那是咱跟 PP 之桥做交会。好，旁边的322是进入屏东线靠嘉义的，因为840将839为下圈的，代币136普悠玛之桥，而跟这台 PP 之桥准备通过。B136 121次进入三线靠屏东的 PP2509 加蝴蝶信，对啊，加上 PP144 猪头 PP4 强已经通过男子站，谢谢各位观看，喜欢的话可以多多按赞，继续这样子见，拜拜。1364的普悠玛之强已经通过了，谢谢各位观看，继续这样子见，拜拜。